左明阎炉背金提母问题，果然李祖这种强白气质，这李祖的一生。阎君，你嘛讲清楚。伊确实是提母本尊，正是出母之身的提母问题。但你是如何来到这个时代？难道是混沌之力？无人是不了，要寄望有的时间管最力之故，此事日后再说。那现在的天魔呢？你需要时间疗伤，现今我该就由我奖励。